像他洗头，哎呀，他大人很难受啊，够得要不然头发怎么红色的？然后要趁两遍，就踩在上面就行，咔嚓一声。秋生穿这衣服穿起来就是好看。这头小吧？不行，扎不进去，谁做的？直接把它扒开，先放。哎，好。先把后面撕。他那是不是挨着鼻子了？还有，你看吗？挨着鼻子，待会哪里不舒服按一下。我现在按了，哪里有遥控在这边？脸这边，这里上面，就有直接就这旁边，这里啊，蹭的嘛，侧的。这边是那个，哦，这里这里啊，好好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胸部，胸部在哪里？就按一下它。就是按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手按一下。手这里。好，好了。哎呀，别把我的脸拍进去。来，给你 PS 那个大熊猫。哎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谁也不知道我。OK 了吧？现在都 OK 了吧？